这个开箱会不会被人家讲山炮？可是我已经玩了几百年的东西，你现在拿过来开箱，哎，怎么样了？还是有人买不到？哎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 Nancy。今天我们要来开箱一个不属于我专业范畴的东西。我们也宅家已经快四个月了吧？天哪，已经四个月了。我又是一个不会玩游戏的人，什么吃鸡啊那种我都不会。我终于鼓起了勇气下了一个手游版的，我就不知道怎么控制我的方向，就地上有东西可以捡，我怎么都捡不到，我就绕着那个地方一直转圈圈，我就只能往前走走走走走，撞到一个角落里，我想转弯都不行，我就这样顶在那个墙上，你知道吗？我就顶在那个墙上，然后你听到脚步声，觉得我旁边有一个人，我想说完蛋了，我肯定要被干掉了。结果那是我的队友，我的队友站在我边上这样看着我，左边右边左边右边，然后他后面想想应该是这个孩子没救了，然后他就走了啊。但是我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回事吧。没错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开箱宅家必备游戏神器 Switch。 哒哒，我这个一套是 Costco 买的，所以这个整个里面的套餐就是 Costco 的那个套餐啊。我正好就刷刷刷就刷到他补货，然后我哐当就赶紧下单了。哎，我把相机放远一点，不然我好像在吃播这个游戏机。这个最小的是储存卡哦，然后它有一个一年的 membership， 还有一个装这些东西的盒子啊，还有点小洋气呢，可以当一个手拿包去参加各种时尚的场合，还可以当腋下包。盒子里面有一个游戏机的这个膜，还有一块这个应该是用来擦的吧，上面这里是一个拉链，这边是让你放那个游戏的卡片，魔术贴打开，这下面应该可以放机子。哒哒，打开这里就是说明书。哦吼，中间的，两边的，啦啦啦啦，下面有个说明书，不看。呜、哦，这两个小的呢，就是让你两个手柄单独分开用的。充电线。这是什么？我要不就照着说明书先去充个电吧。充电的这个时间，不如就让我们来开箱我精心为他挑选的游戏——健身环。所以我这一次减肥的必胜决心就在它了。对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200斤的美妆博主了。里面有它的一个游戏盘。然后里面是这个健身环，这个是让你套在腿上还是手臂上的？我记得这东西怎么没有说明书啊？对，套在腿上的。来来来，大家看，那这个东西不用充电。反正我稍微看了看网上那个人家怎么玩的啊，就是反正就是你把那个手柄反正装在这里，然后另一个装在这里套在你的腿上，然后它里面会有通关什么的，像哪吒。好累，我跑不动了。